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玩一只 Pokemon 嘅改版啦，好耐冇玩过嘅。呢只改版咧都5年前啦，5年前咁啊，最近咧先汉化啦，我就费事玩英文版，所以等佢汉化先玩嘅。咁呢一度咧，你见到咧，佢就系超梦梦为呢个主题啦，应该系就系 Pokemon 紫光啊。你见到佢2019年啦，喺呢个右下角就系 V2 版本，好似系最系咪近期再更新咗咧，我都唔清楚。系啦，咁我哋可以开入去睇下啦。咁大家而家喺畫面上見到咧有奇異種子嘅，咁呢個咧就係我之前嗰個 save 啦。咁點解咁做咧？為免咧就係大家跟唔上個進度啦，所以我就重新開始過啦，同埋俾大家更了解呢一個遊戲嘅劇情啊。好嚟啦，好發布日期係2019年啦，紫光嘅世界啦，冇咩咁特別嘅，你哋可以飛過。好，親愛嘅觀眾，你哋好，我叫麗娜，第六頻道嘅記者，正喺度為你報道重要嘅新聞資訊啊，關於最近嘅犯罪啊，呼迪，多得有咗佢咧，多得有我哋嘅精靈，我哋先可以咧滲透到一個已經被遺棄嘅巢穴當中，收集到精靈盜竊嘅案件啊，但係咧唔清楚呢啲罪犯嘅目的究竟係啲咩。我哋而家目前咧正採訪一個年輕嘅訓練家，呢個訓練家咧根據智慧嘅政策咧獲得咗精靈嘅保護。OK， 呢一个咧就叫做绿罗镇嘅训练家，个名呢个系我嘅名啊，我已经系一个咁高级嘅人咯，因为佢话我系嗰啲有头有面嘅人咧，已经系咩守呢个保护政策之类，一啲训练家已经同罪犯相遇过，并且打败佢哋。喺呢度，我哋有一位年轻嘅训练家曾经击败过佢，个名系刘。永远 MK 劲敌，我建议所有训练家都要时刻保持警惕，呢个罪犯咧数量众多。我哋嘅节目咧嚟到呢度结束啦，欢迎下次收睇。我一嚟已经讲嘢啦，嗰个劲敌。好，调整你嘅资讯，哇，好好喎，其实游戏难度唔使多讲嘅，一定系困难啦。好，呢个游戏提供咗两个闪光嘅机率，你必须系1/400同埋8192/1咧作出选择啦，唔可以更改嘅。其实1/400好啲嘅，因为始终8192嘅话，其实真系好稀有啦。1/400就应该相对嚟冇咁稀有。不过我哋选择1/400啦。OK， 好，凝视住你最近咧获得嘅精灵球啊，呢个系绿罗镇老师俾你嘅。啊，呢度可以揀唔同嘅属性啦，应该系我哋之前都玩过啦，我玩过啦。好，咁佢有三个属性嘅，一系水，一系火，一系草啦。咁如果我揀火咧，佢就会问我要唔要小火龙啦。火球鼠嗱系啦，佢就会不断问你咯呢度。啊，你见到佢有去到第新搬个世代，即系第八世代系嘛？定第七？第八好似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唔系第七世代。草系咯比较少用嘅，谷草叶就真系好少用啦。谷草叶系我觉得御三家入面算系比较弱势嘅一只嚟嘅，其实。在种族值上咧，佢冇咩突出嘅地方啦，攻击又唔系强，应该系强在佢系防御性能咯。草苗龟就有用过，蛇都用过啦。哦，呢只真系冇用过，好似 XY 啊嘛，好似真系冇用过。OK， 我哋就决定系你啦。我真系未用过呢只嘢，因为 XY 嘅年代我系拣人话，一系人话，一系火主，是哪一个？唔好掂我哋班人，阿妈嗌救命啊！好，我落去睇下啦。你收声啦！你仲企度做咩？仲唔快拎走只虫？老大需要大量嘅精灵啊！大镬啦，佢个仔落嚟啦！好啦，捉住咗佢啦！你 OK 嘛？哦，亲爱的，呢啲无赖咧偷走咗你父亲留低嘅精灵啊！唔使担心，我会捉佢哋翻嚟噶，我会将阿爸嘅嘢咧拎翻翻嚟。啊，识讲嘢嘅呢个主角。好，咁我而家身上咧就有哈力律哇，悠闲性格。咦，佢又写到个体值喎 ，S 防御。好，呢、這个地方好靓，2019年都几靓啦。其实呢个执得到景迈，我为你屋企发生嘅事咧，一切感到抱歉。可惜我唔可以做太多事情去对付佢哋，至少我可以帮你回血。好，佢咁快知道发生咗啲咩事嘅，无线咯、啊。呢个系对，呢个系连线嘅。哇，佢呢个连线，哇，佢呢个连线好咩？真系教学嚟。你可以使用 VBA 模拟器嘅联机功能，同埋下孖次连接到任何训练家。几好喎，啊！佢呢一个咧真系货你可以对战嘅，系好唔讲咁多啦，我哋继续行啦。呢啲人其实好似冇咩特别，佢一号道路黑色嘅衣服呢个咧，我丈夫博士每日都喺研究所，所以佢唔需要呢个地图咧。
所以我可以攞走佢系咪？如果你要去冒险咧，就攞呢个地图咯。OK， 得啦，即刻偷走个地图。啱啱发现咧，我呢一个嘅草主咧系冇办法 detect 到啊。右手边嗰个咧，其实系一个自动嘅。记录嗰个图片嘅一个嘅程式啦，咁我发现咧佢系唔知点解捞唔到嘅 ，OK，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嘅，应该问题不大嘅，好，我哋唔理咁多啦。请问有冇见到两个着住黑色制服嘅人？我真跟踪佢哋一段时间，但系最近咧跟甩咗佢，即系讲紧偷我哋嘢嗰个啦。我可唔可以问下你系边位啊？讲真啦，啱啱咧头先俾人偷嘢啊，俾人抢嘢，然之后咧呢、这个时候咧出嚟一个人嚟揾我问嘢，我好怀疑咧你系同佢哋一班嘅，你会理解我对你嘅怀疑系咪？我觉得你有啲咧强词夺理啊！首先咧，你会注意到啦，我冇着佢哋嗰啲制服啊。其次，如果我同佢哋一班嘅，我肯定会问一个陌生人我嘅同伴喺边。好啦，我相信你。咁你想做啲咩？喺回答之前咧，请允许我自我介绍啦。我几乎忘记咗礼貌嘅习惯，我叫马涉啊。早以之前所讲咧，我跟踪呢班人咧已经一段时间啦。佢哋实际上咧系一个咧火箭兵团嘅犯罪组织。最近咧佢哋咧好活跃啦，并且咧各地偷嘢。我而家咧仲未知道其中嘅原因，但系我相信咧好快可以查到出嚟啦。OK， 明白晒。但系你点解要跟踪佢哋咧？睇嚟唔似警察喎，系咪有私怨？你可以咧将我当成系一个咧精灵嘅搜查官啊，尽我所能咧阻止佢哋造成嘅混乱，就好似著名嘅龙之使者阿道一样。话说啊，头先你啱啱咪讲过屋企俾人偷嘢，嗰啲人咧偷走咗我父亲留低嘅精灵啊，一只皮可西。我决定咧，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揾翻佢。OK， 我继续去调查啦，唔好咧抱有幻想啦。揾到你嘅精灵咧，机会好细，不过会竭尽所能。喺我睇起嚟咧，你系一个咧有趣并且坚定嘅后生仔啊！我以后咧保持联络。哇，好串啊！呢个人讲嘢呢度咧已经整咗好多一啲咩啊？喺一啲原画入面咧，都好少可你会见到喺地图上咧有呢啲精灵喺度走嚟走去，比较少咯。通常系嗰啲咩保育区嗰啲啊，唔系咪保区？嗰啲地方可能会见到嘅，哇，要输啊！黐线，招藤鞭得十下，有冇咁废啊？招藤鞭，有我谂紧要唔要换走佢啦，因为佢而家又捞唔到幅图咧。因为之前试过用奇异种子咧，其实系捞到幅图嘅，但系咧就，唉，唔知点解拣咗呢只虫，简直系失败，拣咗呢只虫，同埋草猪其实真系好难玩草猪。喂 ，OK， 搞掂啦。咩技噶招？哇，有岩石技啊，咁劲！佢啲岩石技完咧，系咪因为佢系出于佢系新世代嘅精灵咧？跟住咧，佢会觉得啊，呢啲新世代嘅精灵咧，草猪太难去到推关啦，所以俾招岩石系佢系咪？有岩石系之后争好远喎，如果打嗰啲飞行系。因为基本上最惊都系飞人系，因为其实草猪，哇好强，嗯，嗰度有条友，我去睇下佢先。咁都俾你发现，攞呢个彩票喎，有咩用啊？吓，可以去到一个城镇度换嘢系嘛？嚟唔嚟啊？好，射蚊红咁样唔特别啊。其实佢啲字咧比较难睇，老实讲，佢呢、這个。佢呢个设计咧，佢呢个版面咧，啲字睇得好辛苦，即系对战嗰个位置。鲜奶就好似系100蚊一百血回100血嘅药。诶，有条友，奇怪，嗰条友做乜走嘅？佢留低咗张字条。我知道你想做啲咩，但系听我讲放弃。佢哋对你嚟讲咧太强大，可以同你保证呢一切都系为你而好嘅。想令我放弃冇可能，不过有啲事咧佢冇讲错，我要咧小心行事。相约呢个系咩地方？你应该系拜访尤金啊，好受外地人欢迎。尤金系边个？奶奶罐又系买奶嘅地方系嘛？好啦，我呢个就系尤金啊。你觉得点啊，后生仔？如果想要，你可以从我妻子嗰度买牛奶。我会以500蚊出售一支奶，请问一支奶系啦100几多钱话？500蚊，500蚊其实抵嘅，500蚊买过100血嘅药。不过我唔知道呢个 game 需唔需要食好多药咧。其实咧应该我就好少会食药嘅，除非系嗰啲好难打嗰啲咧。嗱呢个时候滚动嘅出场，哇几强！一个滚动，佢除咗命中率低之外咧，冇乜缺点嘅呢一招，但系亦都系致命伤啊！呢一个命中率。
想去十一号道路探索海洋，但必须要先精灵咧学会呢个冲浪。OK， 即系话佢呢个位置已经冇得冲浪啦，可以走啦。B B 单行小布，嗯，下面有嗰个小丑啊。好，来执，来同佢讲个咩彩票先有。魅力，哇，蛤蟆威，长尾猫，哇，中个 Melo Melo。有咬住啊！哇，好强啊啲技，其实老实讲，喺初头，诶咁远都望到，喺初头有咬住呢招技咧，六十攻其实算高，运动啦，哇顶仲正点，系咪呢度啊？个小丑，好似系啊呢度，咁都俾你发现攞呢、這个试试运气嘅，系咪嗰啲拉霸嗰啲啊？老虎机啊嘛？先呢度入去 K 区，嗱上面嗰度咧就系见到两个火箭兵团啦，所以我哋应该要过去嗰度。哇，冻雨简直系草系嘅天堂，两三下打死黐线。其实咁讲呢一只重一个作为开始，即系通关嚟讲佢好强。哇，点解会有呢只噶？点解会有蘑菇呢度？因为佢个技能咧属性咧好全面啊。我以为佢净系得嗰啲草技啊，同埋普通技，哇！点知佢有恶技，有岩石技啊！而一个推主线嘅虫嚟讲，其实好屈技嘅，老实讲。喂，唔系啊嘛？唔系啊嘛？吓！瞬间死咗，呢只系原黑我嘅，其实令到佢惊就应该嗱系啊咁样啦。OK， 好在啫，碎菇。照咬啦，随便。嗱，理论上嘅草系就咁样啦，用嗰啲技咧系打人完全唔痛嗰啲技啊。哇，滚动！哇，唔系好想见到嗰只毛球，只毛球太劲啦。超音符喎，呢个洞咧竟然冇乜超音符喎，好多唔同种类嘅精灵，好多好全面嘅又系。喂，唔系啊嘛，麻痹再加踢沙抌泥，好在都仲有得赢，黐线！诶、欸，到啦到啦到啦！咁呢度咧就系我之前我 save 玩到嚟嘅一个剧情啦。咁右手面咧就有呢个火箭兵团，我一阵间过去回一回佢啦。长耳兔石嗱，有 mega 进化喎、啊、呢、這个只 game， 存放 mega 石嘅盒，即系话呢只 game 有 mega 进化啦。OK， 几好，最中意玩 mega 进化。要唔要提示使用头锤撞击某啲树会有精灵跌出嚟？好嚟啦呢度，快啲我要快啲入跟翻大队啊！佢哋喺森林等紧我哋啊！喂，你系边个？快啲走开！你哋系火箭兵团嘅人，话俾我听，你哋系咪喺绿罗镇度抢嘢啊？你以为呢啲疯狗表情会俾边个留低深刻印象？即系唔系佢哋两个啊？最好系野激嬲我之前离开呢度啊！劲走唔饮饮罚酒，咪住！呢个系咪就系头先讲嘢好串嗰、那个？哦，马涉啊，你咪喺烧坏路啊，你要谨慎啲啊，你要记住呢个新仔嚟嘅啫。吓、啊，我系新仔嚟嘅咩？我以为我系唔系新仔噶。你唔好咧，冒冒然同两个对手打啊，否则你会输得好惨嘅。好啦，我唔会强行改变你嘅谂法，但我会帮你嘅。一旦我哋咧，一旦我哋赢咗佢之后咧，佢应该会讲出个答案嘅。哇，呢个字幕呢、這个翻译嗰啲奇怪啊！唔好睇死我哋啊！等我咧打到你满地找牙。吓、啊，唔系啊嘛，竟然有树果，诶、欸，好在冇中，我又有吸血，哇，好痛，寄生种子就要啦，哇，好强，一个滚动推死晒，如果唔系我会输咯，其实呢场，因为佢对面嗰啲属性都几强啊，好，我要去咧总部申请支援啊，喂，等埋。诶、欸，你就唔得啦！依家咧认真答我啦，你了解几多嘢啊？呢、這个绿罗镇嘅偷窃案，我知，我讲，但我对嗰个盗窃案咧一无所知，因为嗰度唔系我睇嘅，呢、這个唔系我想听到嘅嘢啊！啱啱嗰场仲未够深刻咩？我谂肉体上嘅疼痛咧会更加好嘅，你讲得啱啊！但系佢讲嘅似乎都合理，咁啦，你而家继续你嘅旅行，我咧将佢带到其他地方访问，诶、欸、审问啊！我咩都唔知啊，俾我走啊！OK， 哇！